道力饼干太美味，竟然不由自主化身美食家。Italian one's got nice mix, it's got more of a crunch. 口感上还有味道上都比较好吃。这个饼干在意大利超级无敌无敌有名，大家我觉得美国的饼干比较好吃了，但是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不像你做这样的饼干，你是不是以为你自己是胡天蓝？千万不要忘记，今天晚上11点就在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